完美。我觉得还是看女生本身是什么样的。如果这个女生本身素颜就是很清淡的那种，我觉得化淡一点的比较好。但如果这个女孩本身是属于那种很野性的或者是很性感的，我觉得可以更艳一些。最近最着迷的部位就是整张脸吧，没有什么特别的。其实惊艳的地方很多，也会有很搞笑的地方。然后现在我没法透露，因为4月21号就播第一期了嘛，首播在腾讯视频，所以大家可以在腾讯多多期待一下《创造101》第一集。所以你还是一个宝藏男孩的角色。这个其实跟往常上了综艺都不太一样，因为如果大家看这个综艺的话，可能会认识到一个新的黄子韬，因为毕竟在音乐跟偶像和这种 idol 的这种领域上，我觉得大家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黄子韬。我其实刚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不确定就是做101主题曲的这个创作人到底写的好不好听，然后我本来当时是想自己写的，然后因为没有时间要拍戏，然后后来听到这首歌以后，我就少女心有点泛滥。因为我自己其实平常喷香水也好，穿衣服戴耳钉什么，其实很多都是女性化的啊。然后我听了这首歌，看他们跳那支舞蹈，特别是101个女孩站在整个舞台上，我在上面看的时候，就是全程3到4分钟一直都在起鸡皮疙瘩。他不是说是嗨，就是很震撼。很享受那个感觉。对，而且都特别可爱。崇丽明这个角色，又重情，反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挺惨的。但是那个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是下一个也马上要播的一个电视剧，可能在暑期档。然后呢，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郑伯旭，因为如果想要看谁可以碾压谢小飞的话，应该除了郑伯旭没有别人了。所以在你心目中，郑伯旭是超过谢小飞的，赢了吗？不管是从，我觉得从方方面面都更正一些，就会更正能量，但是还会更搞笑。就是在路上的时候没事说发图，然后写点话，然后突然一下就来灵感就写。我一般有灵感想写东西的时候，我就直接拿备忘录记下来了，然后有的时候发微博配上图了以后，就可能会把前几天写完的东西复制粘贴上去。也有的时候在车上路程很久的时候，就会想很多东西，然后就直接发微博写。我的微博从我用到现在就没有任何人上过我的号。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对，因为人本身就生于自然，每个人都应该对大自然有一种向往的感觉。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原始人，走到今天只是因为科技的发达而已，所以最初的本性其实就是来源于自然。所以这个跟唱歌跳舞没有任何冲突跟关系。随便说什么都行，说什么都行。不会看，我戴耳钉不是因为，我是真的喜欢耳钉，我知道哪一款适合我的，别人戴的耳钉好看也跟我没关系，因为我不会去看。我觉得他们都会因为我而被感染到，我觉得喜欢我的人，每一个人的生活一定都会越来越美好，而且一定会越来越，幸福。大家喜欢吗？喜欢我送给你啊，有本事你就过来拿。我可以拿着刚刚你挑的那个颜色。第6号，这款。你可以拿出来。因为我自己呢是一个对，
我从来不涂口红，所以我也不知道女孩该涂什么样的颜色，就我还是觉得不同的每天不同的心情，根据你不同的穿衣风格和你不同的打扮去来决定你每天想要涂的什么蓝口红。